期黄店没了，连墨影也被他们捉了，一切都完了。如果我们没走，是不是就能救下墨影？我拖住他们，你们快走。可是你，快走啊，不然来不及了。停、啊！停、啊！就算我们留下，也不是四魔将的对手。可我们是同伴啊，怎么能丢下他？墨影一开始也说了，那些黑雾有古怪，我们应该相信他的。这是我做的决定，你们想怪就怪我吧。没人要怪你，大家只是担心墨影。是我做的选择，我会负起责任的。姚辉，不要赌气，冷静一点。那是大人有令，夺取最后一颗元素核。可恶，他认不出我们了。苍鹰龙骑，舞动变身。知道了，叶枫他们不是故意这么说的，你别生气。我没有生气，我知道大家很焦急，也并没有生气，我只是恨自己不够强，还远远不够。快走啊，不然来不及了。一个也跑不了。我终于明白了那个冷冰凤的心情，原来能毫不犹豫地做出选择是这么难的。要慰，我不需要安慰，做不到墨影那样，不代表我会放弃。只要我变得够强大，一定能救回墨影。我说过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的。臭小子，终于长大了。怎么回事？你们在这里！快，敌人出现了！墨影，鹰锤射击！不愧是王牌战士，确实很难对付呢。有辉，你这家伙，总算赶到了。我们可是一伙的，怎么能分开呢？超星龙骑，舞动变身。之剑战士，燃起黑暗，剑剑开，剑之剑战士，我说过会负起责任的。哼，啊，看到了，
斩断那根傀儡蝎，就能将墨影从控制中解救出来。斩掉红颜斩！对不起了，墨影，金色黄昏。下手是真不留情了，难道元素盒与墨影，我们只能二选一吗？不，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全都要。呀，醒来吧，墨影！墨影利用魔气把大家都困住了，可我明明斩断了傀儡丝。你们看，真是既感人又精彩的一出好戏呀、啊！重启大人，元素盒已夺取。你果然没让我失望。不要给他，墨影，你这家伙，快醒醒啊！从来没有人能这里偷我的傀儡蝎，就算是电战士也不行。六颗元素核已经夺取，所有能量已经聚齐，听从我们的召唤，请苏醒吧，虚无大人。并非真正的元素核，而是能量抑制器，虽然不能消灭你，却能削弱你的能量。狡猾的人类！主人，怎么回事？你难道已经摆脱了控制？那个家伙这么努力救我，我总不能让他白忙一场吧？啊！不，孩子才做选择，我全都要。啊，醒来吧，墨影！嘿嘿，我就说怎么会失败嘛！喂，冷冰棍，快谢谢我吧！就算不砍断傀儡线，执行长的计划也会进行。啊？什么计划？知道墨影被穷奇控制后，我就猜到他会被利用来夺取元素核，所以早就把元素核换成了能量抑制器。你们都知道？当然。你们其实很弱小，也竭尽全力挣扎，真是让我敬佩。不过到此为止了，赐我降世令，让这些人类永久消失吧。遵命。
甲随即夜空战神，三位一体夜空战神。好强的力量，他的力量还在不断提升。什么？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实力碾压。夜空战神，铁甲金身，机神降临，金刚地面剑魔。大妖极电王，请不要打扰穷奇大人，你们的对手在这里呢。地剑天眼，天刀，一击就解体了，以前从未试过这样，他吸收了虚无的力量，竟然这么可怕。这是虚无主人的力量，只需要一点点就可以碾碎你们。我还能再上。燕之殿战士，你的意志力还真是令人吃惊。无双链锁，这次我们不会再后退了。天速如歌，重甲涅槃，深渊巨神，三位一体，深渊巨神。区区一只小臭虫，马上把我们困住。极电之刃。你的家乡龙溪森林吗？我还想再跟你去一次。莫影，我们会就这样消失吗？你怕了？怕，怕我没能成功地阻止他们。我也是，所以那就别让这样的未来发生好了。明明遇见了一切，却始终无力阻止。什么叫无力阻止？还没到大结局呢。就算真的变成你曾经看到的那样，那也不会是终结，因为就算我化成灰了，也要去蒙住虚无的眼睛。我明白了，只要记住拼到最后，至于结果，管他呢。被我彻底摧毁了，难道这是
原来第七皇殿真身要我们六人心意相通才会出现。无论他出现多少次，我都会替虚无主人将他毁掉。正月，轮回一击，主宰乾坤，元素龙神。啊，你们听到了吗？是第七皇殿里面传来的。我感觉到一股能量不断流入身体里面，是雷电的力量。嗯，是大地的力量。六位一体，主宰乾坤，元素龙神，元素龙神，众将齐，降临。彩配换不走地的魔，为了天地共一人，为了光明去地间，勇气不准我飞扬，冲破天门，天下地在变化，战士灵魂在变更，主宗骑士华裳，出身邪恶不一样，为了正义共一场，我们心向同一样。六位一体，元素龙神，众战旗齐了，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来吧，让他们见识一下元素龙神的威力。不灭红龙，逆转乾坤。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了，亏我怎么信任你们，结果连几个手魔孩都搞不定，把能量都还给我吧。不要，虚无主人，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对不起，虚无主人，属下让您失望了，就让我的能量为您再战一次吧。不能让虚无将四魔将的能量全部吸收，会借助这股能量彻底复活的。重战旗，万象魔咒，结束了。